做纸啊，就咁样噶。听下讲解先。拿过来，然后加在上面，让它自然的沥干水，水分一定记住不要往中间放，因为我这里会有沥水啊。刚要跟我讲，会泼这个碟往上，然后选一个你要的颜色，这样。大家聽不明白呢，問問下佢啦，就問嗰個女人。因為你看他就看到我的眼睛是看到竹簾，那另外一手刮下白，放这边呢，不要这样盖下去，又剩下半张纸。竹簾柔软度引导你放下去泼水，先把棍子带过来。好，一定要给它沥干。那没，我会把那个干燥啊放在那个位置的话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剪开来用。好，沥干水分之后，打开抄子架，不要两只手同时出来，一只手抓起来，另外一只手抓下摆。竹帘柔软度引导你放下去泼水。那你会说食物都没有泼水，我们为什么要泼水？泼水用意让纸浆容易离开竹帘，竹帘贴竹帘抖。啊，将来的挂轴啊，给你的棍子是这样子，所以要养成一个概念，是上下排。看我都是两个手指头位置，我中间一定不摆，花摆的时候重点来了，花不要摆在叶子上。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摆一整排都没有关系。